因为要拆身上钢板的缘故，张云雷在新一期欢乐喜剧人节目录制时表示将会退赛，无缘接下来喜剧人之旅。但是张云雷表示会好好休息，恢复自己的身体，马上你们就可以见到一个正常走路的我了。录完这一期呢，我可能要离开这个喜剧人的舞台了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要离开，因为我身上的钢板到期了，因为已经超了，应该两年半多了，超了半年多了，再不拆可能就不行了。因为我是应该是我上去。你的根朝你别进来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在抽人在这儿。然后这个然后就是应该我是上一期就是应该就去这个举起来钢板，年前就去拆钢板，然后。